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另一个老婆，然后这个，我的天哪，圣母玛丽呀，这也是我老婆啊！那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岳父了 ，Zeronis， 一位在拳头任职长达10年之久的设计师，超强的。他被称之为拳头最懂女性美的概念设计画师，就你可以理解为英雄联盟里面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和皮肤他都有参与甚至是主导，像星之守护者、大元素使、电玩系列、春晖系列、女帝系列等等等等，都跟他脱不了关系。哦，对了，顺嘴一提，咱们老婆阿离他设计的，新出来的格温也是他设计的，你经常使用的女角色，哎，他都有参与设计，而且他还经常画一众玩家喜欢的女角色同人图，像 Elsa、Tifa、Nezuko、02等等等等，画的真的是又多又好看，又了解咱们的内心，呜西吧，这谁顶得住呀？顺嘴一提，岳父也在国内开设有个人账号，喜欢的话就去关注吧，看画就来画站，客官明儿见，拜。